今天来看一下仓库还剩下一些什么款式。绿色是今年的流行色，这个背带裤的面料是那种水洗棉。穿背带裤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它特别显瘦，不管你肚子有多少肉肉都是看不出来的。这个上衣的字母是有点凸起来的，显得更有质感。这个绿色的衬衫加里面的这个背心是一个两件套。旗袍虽然说不经常穿，但是基本大部分人都会有一件啊。这个旗袍的面料是那种很光滑的丝缎面料。下面是这种短开叉，里面是有里衬的，还有这个圆点图案的旗袍，这个图案它就会更时髦一点点，跟时装差不多。这个粉色的旗袍就非常喜庆，它前面有这个吊坠，这个花朵刺绣是非常精致的。还有这款衬衫，这款衬衫是属于白马那边的一个高品质衬衫，它是有点休闲但是又带点正式，这口袋非常特别，里面还有一个小口袋。这种面料是非常舒服的，有一种那种阳光的味道，就像衣服被太阳光晒过一样，很干净。这款 T 恤也是白马那边的，它这样子看的话感觉是比较简单。但是后面非常有特色，这个图案很有特点。假两件的衣服有层次感，它穿起来会显得整个人非常有精神。条纹面料上面是有金丝边，袖子是可以调节长短。还有这一款雪纺衫，它的颜色是超级好看的，夏天穿是非常凉快的，因为它面料真的是超级薄超级舒服。虽然说它很薄，但是因为它这个面料整体的密度是比较密的那种，所以说不会轻易的那种勾丝啊，也不会变形。还有这一款短裤，这个短裤是一个韩国原单，面料是那种棉混纺。这个裤子里面是有非常舒服的这种里衬，夏天穿是很凉快的，而且这里面还有包边。看一下背后的整体，背后有两个很大方的口袋。这个裤子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黑色。这一款一步裙，它上身效果是一级棒的，前面做了这种小褶皱。开叉设计显腿长腿细。虽然这个裙子是有分码数，但是它还做了这个松紧。看一下背后。